无帅你一个笑笑看看的包文静，我要将您带回来啊！我等。起来。杨家军，帝君是大无王法，台教开武结破的英文国不行，关键要台湾就开放武，英文国犯案，帝将他带回起军龙上。来人啊！英文国即时准备开战。包大人，伊阮杨家将为了丧失江山，失踪不在你们。你爱想，皇上赐我天宝府，官路三条。小小看看命案，我可以告在今天对皇上提名。请问，杨太君，你差地错了。在我开封结拜英文国不行，提出一轮天宝重大公务。宋太祖赵匡胤开大众有十国的有功便有封，有罪皆罚。皇帝，这轮恁天宝全部赦免，就是那件金沙滩，用了赦免义务报告。十一点扩张，但是。万岁爷，来启天宝管有大错，而且定国府当中皇上也做官，这是代表报答着恁的恩情。